盘点干犯人的倒霉瞬间。Oh my God, who ate the pizza? No, no way! 想要生活不平淡，泡面必须配个蛋呀、啊！哎呀，我操！好久没有吃猪肉了。吃饭呢，还吃呢，这狗进饭锅里了都没人吃了。清晨起来打开窗，心情美美。啊啊！好了，赶紧吃。哎呦，我真的是头一次见到那个水果捞出这么大块芒果，是让我咬掉一半啊、哦，这么大块。刚才还有一大块，然后我吃了。然后这个是……哎呀，我天哪！兄弟全吃完了，那饭也吃饱了。三个半小时蒸个螃蟹，哎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啊！谁能看出这是螃蟹来？看着，一碰就碎了，这爪还在这呢。哎，家人们，气得我肚子疼。今天是多少例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好久没吃了，我打个头发呢。哦哦，哎呦我的妈！